大家看，这是我的盆栽桃树，一个小小的盆就可以结这么多果子哦。今天呢，带着大家一起来打造一棵高产的盆栽桃树，重点给大家讲讲怎么矮化，还有让它高产哦。我呢，先以一棵小苗为例，从春天开始一直讲到秋天。定植盆栽桃树也是有讲究的，我们首先选取的盆不能太大，一般3到5加仑就足够了。土里面呢，不要加太多的底肥，只要让它可以正常的生长就行。我呢喜欢用田园土加一些颗粒，先不给肥，等它慢慢的长起来。等到它的枝条长到20-30厘米长的时候，我们再进行定杆。那什么叫定杆？定杆就是选取几根枝条，重点的培养成未来的主干。定杆之前呢，我们首先要想好我们想用什么样的树形。一般盆栽桃树树形有这样几种。第一种就是传统的盆栽桃树的树形，传统的树形就是多杈多杆。我们一般选取3根左右比较壮的枝条，然后其他的枝条都给它束缚掉。这个几个枝条呢，分几个方向，然后不会相互挤占，然后就开始进行水肥的管理。这个时候怎么去给水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，千万不要按照传统的地栽桃树或者其他果树的方法去给高氮肥。给了高氮肥，你会发现它的枝条很长很长，甚至会出现徒长的情况，到时候它的结果位就很外移，而且结果的位置之间的间距也很长，这有悖于我们打造一棵矮小的盆栽桃树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给肥料呢？我们只需要在前2个月去给一些高钾肥就行了。给了高钾肥，它的树不会长得很大，但是呢会变得相对的比较矮壮。一直等到这些枝条长到40-50厘米以后，我们再对它进行封顶。什么叫封顶？就是不让它继续往外长了。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打顶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重点的培养它的结果枝。那结果枝应该怎么去培养？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结果枝。好的结果枝是那些不是长得很旺的中庸的枝条。我们把那些比较强壮的营养枝还有背上的枝条给它修剪，我们根据它的冠幅还有节点的位置来保留合适的数量就行。在培养结果枝的时候呢，我们还需要做水肥的调整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树势比较好，我们一般只要去给一些均衡肥就行了。均衡肥是什么呢？就是氮磷钾含量一样的肥料，比如说氧气杠、氧气杠、氧气硫酸钾复合肥。然后同时要去追施一些高磷肥，因为这个时候也是花芽分化的关键时期，只有保证土壤里面有足够多的磷元素，这样的后面它的花芽才能分化的好。如果它的素质不是很好，同时还需要去追施一些高钾肥。我们就这样一直给它施肥，然后给到秋天为止。盆栽桃树呢，秋天也要去给底肥，底肥一般去给一些完全腐熟发酵的羊粪，不要去给太多的肥料，给太多的肥料第二年开春有可能就会出现旺长，第二年精准的施肥就行了。还有一种树形呢，是横拉的树形，横拉的树形一样可以很高产，但是呢很省地方。我们在定杆的时候呢，只要保留一个枝条就行了，然后后期对这个枝条进行侧压，让它出很多很好的结果枝。后期呢，一样的水肥管理也可以得到很多的果子，这样的树形呢非常的节约空间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